动漫《斗罗大陆》最新篇章《杀戮之都》的剧情中，唐僧刚刚进入杀戮之都，就感知到了这里的凶险与强大。就拿带领他进入杀戮之都的讲解员小姐姐来说，她的种种表现就让人感觉其实十分不简单。杀戮之都在斗罗大陆之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一片法外之地，不受任何宗门的约束，甚至连武魂殿都无权干涉它的任何事，以至于一个讲解员都显得深不可测。他为何会被认为是风暴斗罗？这就是原因之一。在动漫剧情中，我们可以看到讲解员小姐姐一出场是担任唐僧的守护者，因为唐僧是新人，所以有12个时辰的保护期，在杀戮之都内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因为这里是法外之地，所以那些穷凶极恶之徒全部汇聚于此，而唐僧作为新人很可能会被他们盯上，而只要那些坏家伙们看到唐僧身边跟随的使者就会立马散去，所以很多人会认为是使者的强大把他们吓跑。可以看到这个讲解员小姐姐外形很特别，脸上的妆容甚至有些吓人，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神秘感，甚至可以使出瞬移这种神奇的招数，就是因为这些特点，很多人猜测她其实实力非常强大，不然的话那些杀戮之都的极恶之徒为何会看到她就像老鼠看见猫一样四处逃窜呢？